老师又得给我告状了，一告状啊就得挨管喽啊！我跟你说吧，不许看电视，不许打电话，星期六星期日怎么着跟家看书，整个一军管。是吗？你妈那么厉害啊？我妈厉害着呢，我们家就我爸好，从来不管我。哎，我最喜欢我爸了。谁呀？喂，你好，我是编语的班主任，您是他父亲吗？哦哦哦，班主任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我们今天下午开家长会，编语通知您了吗？家长会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通知书前两天就发过了，您能过来一下吗？我去，我去，我马上去。好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行，谢谢您通知我啊，谢谢您通知我，谢谢，谢谢。开一下门，开家长会。哎，对对对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再见再见再见，哎，谢谢。丁宇很听话，丁宇很乖，学习成绩也不错，您放心吧。哎，再见再见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哎，再见。那个，那我就先走了，老师。行，麻烦您了，丁宇啊。没关系，这我们应该做的。好，再见。再见再见再见。你好你好，谢谢。
发现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通知书发了三天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要不是今天你们那班主任给我急急火火打一电话，我很可能就会失去这么重要家长会，知道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其实我是想……其实什么呀？你怎么就那么不希望我去学校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去学校，在你这些同学面前你很没面子？是，你爸挺穷的，没什么钱，不能像你那些同学的爸爸妈妈那样开着那么漂亮的汽车，风风光光的把他们接回家去。但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爸我不还是开开心心的活着，活得很开心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跟我是有血缘关系的父女，你是我女儿，我是你爹，谁也改变不了这点。你是不是觉得你有一个靠工资吃饭的爸爸，你很没面子？不是这样的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你骗人，你撒谎。我没有，我没有骗人。听我说，老师跟同学都称赞你，说你如何如何文静、努力学习、待人又好。哎，甚至还说我包揽了全部的家务，如何给你做好吃的。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撒谎吗？啊，你觉得你爸爸心里就好受是怎么着？我知道这是你心目中跟我心目中理想的爸爸应该那样。你放心，边宇，爸爸会努力，就算当牛做马也要努力做到，而且我现在就这么做的。不是的，我没那么想。我看到那么多的家长去开家长会，我多么希望我的爸爸也在当中，给我开到这个学校的第一次家长会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爸爸，要开家长会的话必须要交绿化费的，100元的绿化费，我们家没钱了呀。那至少100块钱我还有啊。我知道咱们家根本就没钱了，我根本说不出口让你去参加家长会呀。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去的。我曾幻想过，也许我的爸爸会突然出现在校门口呢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差点哭了。一想到自从我来了以后，爸爸为我奔波不辞辛劳，我真的很难受啊。那是我的责任，你根本没有必要在乎这些嘛。不，可是我在意啊，我是你的女儿，我在意啊。因为我知道爸爸在勉强自己。我根本没有勉强自己。你骗人，我看得出来你就是在勉强自己。算算吧，你从我到这儿第一天，我们哪天快乐过啊？我们根本就无话可谈，除了问号我们还能说什么？每次跟你说话你不是走神就是发愣的，我们真的无话可谈了吗？你抽烟喝酒愁眉不展的，我看得出来啊。我知道你就是在勉强自己。那个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呀？我想过了，你一个人自己生活得很愉快，自从我来了以后就会给你带来负担。我从来没那么想过。可是我想过，我要是一个人待在天津就好了，如果我不来北京就好了，如果我跟姥姥姥爷生活就好了，如果没有这十几年以后的父女团聚就好了。随便你吧。我恨你，我讨厌你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
来了。怎么了，边宇？来来，快进屋。怎么了？来来来，来，边宇坐。怎么了，边宇？啊，跟阿姨讲。嗯？哦，不哭不哭。啊。我打电话。喂，我是冬梅。边宇在我这儿。哦，那太谢谢你了。那什么，边宇啊，今天晚上就住在我这儿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再跑出去的。哎哎，但是吵架的时候啊，头脑要先冷静一下。OK， 再见。一起睡好吗？嗯，来，就这样。嗯，上来。石阿姨，我觉得，要不我就回天津算了，跟姥姥姥爷一起生活，也许会比较好吧。你瞎说什么呀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可是我感觉到越发的不快乐，就像上次赵军过生日，当他拆开爸爸给他的电脑的时候，他那种兴奋的样子，和爸爸跟他一起那么快乐的样子，让我好羡慕，好羡慕。跟我和爸爸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也不完全是这样，你和爸爸毕竟分开这么久了，有些生疏呢，那也是正常的事儿。那爸爸接受我一定觉得很困扰吧？不会的，怎么可能呢？其实爸爸呀是很爱你的。可是我感觉到很寂寞，我也想跟爸爸一起谈论很多事情，我也想问他很多问题，我也想跟他一起对着电视机大笑，我也想跟他一起打扫房间，一起收拾屋子，一起做饭，一起外出。可是我希望的一切他都做不到，真的，或者他根本就不想做。我真的感觉到很痛苦，我心里真的很难过。想哭你就哭吧，不要忍着，大声地哭出来啊。
有着十几年以后的父女团聚就好了。想做个好父亲还真是有点距离啊。嗨。哎，对不起边宇啊。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你的心情和你的感受，自以为是的发了一大堆脾气。也许真像你说的那样，应该和老爷和姥姥在一起生活。是我的出现打乱你本来就平静幸福的生活，让你失去了生活的安全感。但我仅仅是想和女儿一起生活，真的没有别的想法。但是因为此，就让女儿失去了快乐和幸福，那是我不爱看到的，绝不想看到的。你说对了，唉，也许你真应该和姥姥姥爷一起生活，那样会好得多。爸爸。我们的确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我现在这样朝不保夕的生活，根本就不像一个真正的父亲。我也没资格做父亲。够资格的。你搞错了，你现在刚够资格当一个好父亲。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边宇这么由衷的哭出来，是好事啊。我真的很高兴边宇能这么真诚地哭出来，是你让边宇不再压抑自己的情感，痛快地把心里的苦闷哭出来。想对你这当父亲说的话说不出来，想哭也哭出来，没有交流，更没有相互沟通，从语言到行动，这才让边宇感到巨大的压力呢。在此之前你们可能有相当一段的距离，但是现在这段距离啊不见了，所以呀、啊、边宇才会痛快地哭出来，所以才会跟你吵架。父女吵架是件好事啊。父女吵架是好事？当然是，不是吗？沉默相对无言，想说对方的话说不出来，表面上相安无事，其实这才是一种折磨的。这种日子还没过够啊，边宇可过够了啊。所以边宇啊才会勇敢地哭出来，想说的话呢跟你说出来，这不是好事吗？这不对吗？其实啊，这样才像真正的父女。边宇啊，你跟你爸爸聊吧，今天是周六，我呀也要去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。嗯，边宇啊，好好跟你爸爸说，想说的话呢就说出来，想太不讲理的啊，还有跟你顶嘴的，你就跟他顶，跟他使劲地吵。男人的耐力啊永远是超不过女人的。当年呢我就是这么跟我爸爸吵出来友谊，后来呀、啊、我们就成朋友了。嗯，好，那我走了，再见。谢谢你啊，石阿姨，加油啊。嗯，石阿姨再见。再见，那走了啊。
天宇啊。啊。你回家吧。其实吧，就像你史阿姨说的那样，我们两父女一吵架吧，这关系拉近了。细想起来吧，以前很多想法真是不对，只想做一个合格的父亲，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女儿的感受。其实我还是非常理解爸爸为这个家做出的种种努力，不过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请你以后不要再那么沉默寡言了，什么事都说出来嘛，那样总比憋在心里好受啊。其实我是可以帮爸爸分担家务的，比如说我们一起做饭，一起打扫房间，一起唱歌，一起看电视，其实我们有很多事可做的，对吗？是啊，原本有很多事情可以一起做，我怎么就从来没想起来过呢？以后我不会再做个好父亲了。啊？什么？哼，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啊，我一定按照边宇的要求去做。以后我们两个有什么话就说，有什么事都一起做，不隐瞒，不欺骗，也不要勉强自己，好吧？真的可以吗？边宇啊，嗯，其实你也不用做个乖孩子，哎，用不着像昨天晚上那样，咱俩吵架吵得大吵大闹没有问题，但是不要离家出走，也不要去这个麻烦人家史阿姨。哎，其实你也不是个太乖的孩子哈。哇塞，爸爸，你不会只这么认为吧？因为啊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就不乖，你能乖吗？爸爸真经典呢。我没钱，也没有存款，存折上最多有800块。我知道啊，没关系的。最近那个100万的保险让我给退了保，业绩提成也没了。嗯哼，我知道。哎，一月工资2000块钱吧。还有什么，爸爸？都说出来嘛，没关系的。啊，还有啊，你让我喝牛奶，告诉是这什么，这个有益身心健康。其实我最讨厌喝牛奶。我以为你爱喝呢。我喜欢喝啤酒，抽烟，恐怕也戒不掉。没关系啊。什么打扫房间呐、洗衣服、做饭呐，这些事儿我更不愿意干。嗯，你可是做的的确如此啊。哼，还有什么？说出来嘛，无所谓的。我一直隐瞒着自己，在骗我自己。啊？自从你妈妈死了以后吧，说实在话，我没有真正喜欢过一个女人。尽管也和女人交往过，但是让我真正去喜欢一个女人的话，我还真没这种感觉。不过现在找着这种感觉了，我可能真的喜欢上一个女人。啊？我喜欢史冬梅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嘿嘿，其实啊，我到北京的第一天就知道了。其实我很希望爸爸和史阿姨好的。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当然了，我很高兴爸爸能够大胆地说出喜欢史阿姨。嗯，冰雨支持你。我想如果妈妈在天恒有知的话，也一定会支持你的，毕竟爸爸的幸福才是妈妈最大的愿望嘛。如果你和史阿姨相爱结婚的话，嗯，我一定要去做伴娘哦。那时候你们肩并着肩，手牵着手，接受来宾的道贺，哇塞，太幸福了！哎，爸爸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还有那么快？史阿姨可能根本看不上你爸。喂，你到这时候就说这么丧气的话吗？你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，争取争取再争取嘛！你有事怎么就知道一定会输呢？你真认为可以吗？当然啦，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嘛。是吧？嗯。那……哎呀，那什么呀，爸爸。啊。那我现在就去给史阿姨打电话。嗯。请她到咱家来啊，让你亲口对她说你喜欢她，
我想要是那样的话，史阿姨也许会非常高兴的呢。合适吗？你觉着？当然了，我已经把他给介绍给吕少雄了。喂，爸爸，你没听说过吗？爱情是自私的。莎士比亚曾经说过，爱情是不分先后的，只有不被爱的那一方才是第三者。所以呢，爱情需要公平竞争，这样才有劣汰优生嘛。哼，这都不懂。你这都跟谁学的？简直就是一爱情专家。你呢，先别管我跟谁学的。我先去给傻爷打电话了。啊，喂，喂，是史阿姨吗？啊，边宇啊，怎么样，和爸爸和解了吗？已经完全和解了。真是祝贺你们父女俩呀，又能和好如初，和睦相处了。哎，史阿姨啊。啊？我和我爸呢，想请你到我们家吃饭。这些天你为我们的事操劳的太多了。对了，你还教我英语啊，这么多事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到我们家来吃饭。哎，不许推辞啊。这个嘛，我不知道中午有没有安排。这样吧，如果中午不行的话，我晚上一定去。既然是边宇的邀请，我一定去。OK OK， 下一次见。爸爸 OK 啦。想哭就哭出来，想说的话就说出来吧，一定不要压抑自己。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勇敢的面对才是根本。吕少雄，你不找我，那就让我来找你好了。吓住我了，你真是。爸爸，嗯，我有个提议。你说。为了迎接史阿姨到咱家来，为了迎接爸爸对史阿姨的真情表白，我决定从现在开始，咱们要彻彻底底的做一次大扫除，怎么样？我看行。还有啊，我们还要去菜市场买点鸡尾虾，买点牛肉，买点鱼，买点蔬菜。好多好多都好东西，好不好？啊，喂，这太奢侈了啊！喂，老爸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奢侈一下，浪费一下，应该的嘛。行，边宇同志。好。耶。哎，对不起，小姐，请问一下，吕少雄，吕大夫在吗？啊，吕主任呢？他正在手术呢，在二楼手术室。哦，在哪？从哪儿上去啊？从这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不用谢。哎，好。干！客户，来，把这翻过去。Thank you.
坐吧，我刚刚下手就来了。那太好了，真怕会影响你的工作，突然冒昧来访，不会不方便吧？不会，能在医院看到你，我真是很开心。哦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能在我的医院。我给你打个电话，可是关机。啊，是这样，我们进手术室必须把手机给关了，以免分散注意力。最近也巧，每天都有手术。是这样，我明白了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疲劳。早上没吃饭就上了手术台，真的呀？现在肚子……那要不要紧啊？啊，不要紧。哎，对了，要不我们去一块吃个中饭？西餐还是那家餐厅怎么样？随便你，我怎么都可以。太喜欢你，走吧，走吧。不要轻易尝试，来，给你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啊，边宇啊。哦，是史阿姨啊。嗯，你说，你说。阿姨中午去不成了，我有个约会，晚上我一定去，好吗？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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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。啊，再见，再见。爸爸，爸爸，史阿姨来电话了。嗯。他说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。啊。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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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自从上次见面，已经两个星期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看，我真的给过葫芦了都。每天在医院都有手术，哈，这个忙的都忘了是星期几。所以你看，想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怕你休息，晚上回去以后又怕你工作，因为我听边红旗说你的工作性质是。每天夜里工作，白天休息，所以真的怕打扰了你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因为很想见你，所以去了医院。哦，觉得很可笑吧？啊，不不，我已经不是高中生的年龄了，需要每天见面，每天通电话，但是我的确是想见你。
这段时间我一直压抑我自己。压抑？你说因为不想让你讨厌，所以我忍住不给你打电话，始终克制我自己的感情。这种想念的心情又不想让你发现，更不想让你知道，因此而看不起我。可是我觉得压抑自己就是折磨自己，想说的话就应该说出来，想听你的声音就应该给你打电话。如果你讨厌这样的女人，你可以明确地告诉我。冬梅啊，啊，我的生活当中真的需要像你这样的女人。我说冬梅啊，我是想说，能和我结婚吗？我。啊，不不不，你现在可以不回答，考虑以后再回答我，好吗？边宇，啊！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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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宇，我走了。我真走了。爸爸，你真会欺负人，吓死我！鱼怕什么呀？没事的，你看。爸怎么做啊？我去拿菜。好。哎。哎。这就好了。行吗？嗯。这照片。这照片怎么了？挺好的呀。哦。我只是不想让你妈妈看着我像史阿姨说那些喜欢她的话，那样她会不高兴的。嗯，那照片先放我那屋。行。妈妈，你一定要保佑爸爸和史阿姨相爱啊。我告诉过爸爸，你一定会支持他的。我想，这样爸爸会快乐幸福的。爸爸的快乐就是妈妈的快乐，你也不会反对哦。妈妈，拜托，今天晚上很关键的。就等你了，你看，菜都做好了。哎，冬梅。是阿姨。史阿姨，嗯，这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他，你好像受什么刺激了？哎，史阿姨，快来吃饭！你看，这是我爸爸给你做的。李少雄，他怎么了？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喂，你挺很吓人的。他怎么了？快说！他向我求婚了，他说的非常坚决，没有半点的犹豫。嫁给我吧，咱们结婚吧。哦，真是好高兴啊！他向我求婚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向我求婚了，我才知道被求婚呢是这么让人高兴的事儿，连我自己呀都吓了一跳。哎，
史阿姨，你亲口答应他了吗？我，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我想会同意的。你史阿姨呀，一定会幸福的。我是说，你亲口答应他了吗？没有，但是我想会答应的，但是不是今天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呀！哎呦，红旗，肯定是你做的吧？哇，还有鱼呢，真香啊！西餐呐、啊，每次跟少年吃西餐，我都吃不饱肚子。哎，我要吃，来，你们怎么不吃啊？多好啊！来，这顿饭就为了那个少晴向阿姨啊求婚的庆祝宴吧。红旗，咱们干一杯！哇，来，冬梅。庆祝你和少晴的非常感谢，舒服。阿姨走了，走了。哦，都走半天了，瞧你趴在桌上喝的。许阿姨说，谢谢你请她吃饭，还说你的厨艺很好。哼，她哪知道我这菜炒这么好，厨艺这么高明。哎，我简直就是不明白了，我真搞不懂你。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吕叔叔向史阿姨求婚就这么简单，你爸输了。可是史阿姨并没有答应他呀，你还是有机会的。刚才那么踢你，那么给你使眼色，你都不明白，真是的。你不是说好了吗？他一来你就要向他真心表白的，现在倒好，又反悔了吧？现在还说什么呀？对他来说吧，那吕少雄才是他的幸福呢，这个时候再讲这种毫无意义的蠢话，会被人耻笑。你老爸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？真是。可你的确喜欢史阿姨啊。晚了，我现在只能祝福他们两个。你是藏在心深处的牵留，总出现在我最平静的时候，难道情感也像